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今次又继续嚟介绍一下啲其他嘅一啲 Pokemon 嘅改版啦，系啦。咁如果大家喺标题见到 EP 0嘅话咧，咁即系代表咧我会做一个介绍啦，就未必长玩嘅。咁但系如果你想我长玩嘅话咧，咁大家都可以喺下面留言，咁我都会考虑一下嘅，系啦。咁因为我介绍嘅都觉得几有趣嘅，咁所以应该都会有兴趣玩落去嘅。而今次玩嘅就系呢一只近期都好多人有讲嘅一个话题啦，热门话题就系呢个剑盾 ，Pokemon 嘅剑盾啊。好，咁你见到咧，佢有把剑同埋个盾嗰个封面样啦。好啦，我哋入去啦。OK， 咁一依旧都系英文为主要啦，系英文为呢个嘅主要嘅语言啊。OK， 嚟啦。好 ，My name is Lim。OK，Poke Professor 即系呢个博士啦。好。有啲生物咧就叫做 Pokemon 嘅，好咩啊？佢啲字有唔同喎 ，OK。But first your name 好似好简介，好简洁咁，好。我哋先拣男定女先啦，咁睇下有咩分别啦，男女。好，咁啊都系冇分别，我是但啦，拣下小男咯。OK， 好。Who is this boy？ 咩乜水？你啦 ，Toru。OK，Toru，Yes， 好。哇，好简短佢就叫我去冒险啦！我觉得第一次见咁简短嘅一个简介啦，直接话去冒险啦，而唔系哦，即将你嘅旅程啊，将会踏上呢个 Pokemon 嘅旅程。好啦，我哋嚟啦，咁首先先上喺呢一度啦 ，OK， 好 ，OK，People、okay, are eating on grass， 乜鬼嘢啊？地球 Baby 叫咩啊 ？Baby angry 啊！同我过嚟，系啦。总之就系话咧，嗰度好危险啊！唔知有啲人喺度食嗰啲草，乜鬼嘢 ？OK， 好 ，take pokey， 哇，劲简短咯、啊。OK，but、okay? I do k， 我第一次睇咁简短嘅一个文字啊，嗰啲对答。好，我哋嚟啊。咁首先我讲一讲先啦。其实呢个 game 好有趣嘅，啲人话非常之中意嘅吓，极之中意系啦。同埋都啲留言都比较直面嘅，好，我哋嚟睇下啦。第一隻，哇，好得意啊！呢只火主世界级啊！呢只一定系一个正确嘅选择。好，跟住呢一个，哇，水主咩色型？好呢、這个烤呢、這个烤音喉啊，三只都好难选择、啊，三只都各有特色。我觉得真系，我嚟拣只草主 ，OK 得啦。好，唔使改名啦，我拎呢只啦佢。好嚟啦，靓仔。哇！你死紧啊！你同你讲撞佢 ，OK？ 哇！反杀，好波！佢喊喺度 ，OK？ 我嘅职能咧会更加劲噶，好睇住嚟啦 ，OK？ 好，我哋先睇下我哋最强嘅精灵先啦 ，OK 啦，好咁啊呢只嘅马骝啦，哦系呢个嘅御三家特性草。当血量低于三分一嘅时候，就会加威力嘅接触。哇，好有特色啊！呢只终于明白点解啲人嗰啲回复点解咁正面咁对。哇 ，Dubon， 你需唔需要治疗时间 ？K，nice bye。哇，短到咧 ，use for fun。哇，佢啲字真系全部改过嚟嘅，劲简短。Do you know 咩 Pokemon 话？OK， 唔清楚呢句讲咩？好，好，你系咪嚟自纯白镇噶？你知唔知啊？博士啊嘛，佢嘅包裹嚟到啦，可唔可以拎俾佢啊？真系劲简短，唔系讲笑。好，我哋先过去左手边望一望先啦，系啦。哇，哇，呢啲乜鬼嘢嘅啫？一太子咧，佢武器咧系个 Y 字型嗰个木棒之类啦，系啦。相信佢应该都系一隻。独臂嘅精灵嚟噶啦，你见佢得翻另一只手啦，同埋应该系几犀利嘅输出系啦，得翻呢一个右边手定左边手啦，系啦，相当凶狠嘅眼神，系啦，强而有力嘅臂弯，哇！呢只老鼠一睇只系成为一个极大威胁嘅一个精灵嚟嘅。好，我哋暂时翻去纯白镇先啦。好 ，OK， 呢只鸡都十分唔野少啊，你见佢只脚都。强而有力，能够咧承托成个身体，只系一个小小嘅
少少嘅呢个嘅小腿。好啦 ，OK， for me， 哦呢个系一个包裹啊 ，I order it， thank you。哇 ，V here， 点解你哋喺呢度 ？Oh yes， 好呢个系 Pokemon 嘅图鉴，拎住佢啦。高科技维基啊，呢个维基百科。OK， 好啦，嗯，咩啊 ？Is easy， 系咪讲捉精灵非常之 easy 啊 ？OK， 好啦，我哋先再行一行先啊，再行一行先。呢只老鼠，唉，啊，升埋一呢去啦。哇，因为而家两呢，呢只咪摇尾哦，呢招咩技啊？鞭打系嘛 ？OK。但系相信就算有鞭打都唔会劲得去边嘅。好，我哋睇下教呢度系咪有一睇教学啊？系一格，哇！呢只蜗牛，嗯，乍眼睇蜗牛好似系比较弱势嘅精灵啊。但系其实佢俾咗啲咩我啊？佢俾咗 TV 我。其实佢呢一个强硬嘅外壳咧，应该能够抵挡所有嘅攻击啦。我觉得系。好，我哋升一咧，然之后再打劲力，好搞掂，翻嚟回个血先，好回血 ，OK， 之后我哋试下打呢个劲敌啦，哇呢只鸡，哇唔够打真系唔够打，我哋要捉一只重同佢打，好，我就捉呢一只啦，呢只应该系格斗系啊嘛，好，喂唔系话咁难捉嘅。黐线噶你，搞掂啦！好，我哋终于捉咗呢一个剑盾嘅第一只精灵啦。我哋睇下系咩属性，系咩能力值啦。好，一如既往，我估计嘅都系正确系格斗系啦。咁然之后咧，哇，佢个特性都系不会睡眠咯，系啦。OK， 好啦。咁呢一度我谂用格斗技应该唔错啊，哇，好废啲技。只能够咁样慢慢打，又唔攻，转咗重同佢打啦，打快啲，唔叻，有招格斗技就够嘅呢只其实，好，啲老鼠强而有力嘅眼神呢、這个系，好边打佢，嗯，咁打唔死搞错，头先系 miss 咗啊。OK， 唔紧要啊，我谂升多两呢左右就，或者一呢左右就有格斗技，有格斗技我就可以试下打嗰条友啦。有啦，呢招踢脚啦，咩下踢啊嘛？呢招好似系，哇拗到，互太拗，都有得打下嘅。呢招咩嚟噶？哦乱疯狂乱斩，哇顶揸下，好，我去。当我死咗嘅时候，佢讲多啲嘢，但系我单纯过回去嘅时候，佢就讲劲少嘢。好，我哋先用呢只打佢啦，乱爪，撞佢，乱爪，哇 miss 咗，黐线连 miss 三次，有冇搞错？踢死佢 ！Oh my god， 争少少我赢到佢啦，如果唔系 miss 咗三次，我赢硬啊呢度。好。顶又唔记得转速，成日唔记得转翻添。呢度转一转先啦，费事死嘅。唔系因为头先中咗呢个飞沙脚咧，降咗命中，咁所以唔播啦呢度。喂佢，好废佢啦！我哋完成咗第一个训练嘅呢一个劲敌战之后，就要入上半森林啦。我哋先睇睇上半森林有啲咩特别啦。好，呢啲都系老鼠。我入去睇下呢个森林有啲咩嘅虫系。哇，四只异形咁呢只嘢，完全唔妥。哇，呢只蜗牛，头先嗰个嘅强硬嘅外壳，佢系虫系。OK， 好啦。哇，呢棵草正，呢棵草几正真。哇，咁劲一只草，争啲俾佢吸死我。呢啲咁嘅蚂蚁真系，完全哎，顶咁都输俾你，仲谂住我赢硬噶啦，点知咁都输俾你，冇搞错，冇天理。好 ，OK， 好啦，
咁啊，玩嘢就玩住呢度啦，系啦。咁其实呢一个咧，我谂佢嗰啲原型咧，都系对应翻唔同嘅精灵啦。可能头先见到嘅呢一只嘅格斗系嘅木棒仔啦。咁佢对应嘅应该就系猴怪啦，而蜗牛呢啲应该系铁甲蛹或者铁甲蛹啦。咁呢只就应该系独角虫或者系咯。但系嗰棵叶我唔知喎，真系嗰棵叶我唔知系跟边个嘅。冇理由行路草噶呢度，用呢招技算，唉，招乱爪真系唔可以成日用，紧要关头实在失准啦，系啦。OK， 我点解打三只蜗牛？依家系相对嚟讲打三只铁甲蛹，大佬。OK， 终于搞掂啦。OK， 呢只蜗牛蚂蚁，好。打唔打赢呢？未必打赢喎呢个位，其实我觉得系咯。诶，打赢，用草技打。Very good 啊！好，我哋终于嚟到第一个城市啊！呢度应该有新宠啊嘛，唔会得一只鸡啊？呢就系老鼠，再系老鼠，再系老鼠，再系鸡。都系呢啲啦，系啦 ，OK， 咁我回埋血，跟住打一次小光咁啊，完啦。今次呢条片系啦，我单纯做个简介介绍，哇，几好，几简洁呢个，唔错，我中意啊。哇，呢个小拳石，有趣有趣。我嘅14呢啦，我哋试下呢个小光系咩？喂，等先，呢度慢慢嚟。fight time， OK， 哇，呢个咩音乐嚟噶？佢仲要戴一顶帽喎，唔知咩音乐嚟喎呢个，真系有趣。哦，我哋一击先杀咗只小拳石定唔知穿山鼠啊，定大岩蛇嚟啦，呢只应该大岩蛇啦。哇，有趣，搲佢，哇打唔死喎，哇钢系嚟一只，认真，哦搞掂 ，focus angry， 唔系 focus energy 啊，聚气，搞掂啦 ，OK， 啊 ，OK， 攞到呢个徽章啊嘛，佢就话可以使用闪光呢个技能有1300 P 啊。咩？呢个咪咩地咩炸弹 is good 啊？佢呢个应该系炸弹啊嘛？我岩石风啊，我仲系嗰招乌泥炸弹添。好，咁今次呢一个嘅有趣嘅剑盾版本嘅 Pokemon 嚟呢度先啦，系啦。诶，呢度有只嘢喎，又哇好多有趣嘢，其实呢度。有声嘅喎，揿落呢啲怪度，好咁。但系我哋今次嚟呢度先啦，系啦，呢一只都真系几有趣嘅，不过就比较恶搞少少咯。不过我都接受到呢啲特别嘅画风嘅，因为其实我玩呢啲画风唔系好，呢啲画风算唔算系第一只呢？以往嘅都冇一个改版可以整到呢啲样出嚟，其实真系系啦，几特别嘅，啊几特别，尤其是御三家呢个，我觉得画得几好嘅，真心画得几好嘅。啊、不过就可能净系改，即系改一改嗰个面，改一改个模组，跟住就冇太多嘅一个嘅变化咯，系啦，唯一可能唔系咁好嘅地方就系、是、好啦。咁啊，今次嚟呢度先，我哋下次有机会再玩其他 game 啦。咁大家如果想睇嘅话咧，可以喺下面留言嘅，咁我都会考虑下玩嘅，系啦，都几有趣嘅，系啦。咁我睇下大家点啦，咁啊呢集系 EP 0，咁我哋下次再见，拜拜。